你想嫁给我吗？你不是说你不会弹吉他吗？他是不会，这是跟我紧急训练了70天的成果。你要干嘛呀？ 刚加上你微信那会儿，我在火车站看你的朋友圈，看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。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我过去的生活和圈子，谢谢。 其实我没有。你带给我的太多了，你的每一场比赛我都看过，不止一遍，是你帮我克服了障碍。 重返赛场，是你给我了勇气，让我回到真实。还有那天，你打赢了比赛，跨越了大半个场地，来牵我的手，就是跟我传递胜利的喜悦。 知道吗？你传递给我的不仅仅是喜悦，还有对一个项目的疯狂热爱和一个赛场之王的骄傲。这些都是我弄丢了很久但找不回来的东西。 我吉他弹的，这个太难听了。陈国宇帮我弹，没有，我练了半天，好听，都好听，我说好听就好，特别喜欢。